李钟硕有望签约 Ink 娱乐，与申惠善成同门。韩国演员李钟硕有望与演员申惠善所属社 Ink 娱乐签约。据某媒体26日的报道，与 Ink 娱乐合约期将满的李钟硕已决定与演员申惠善所属社 Ink 娱乐签订专属合约。对此 ，Ink 娱乐方面向媒体回应表示，确实正在与李钟硕专属合约相关事宜进行商讨，但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。另外，李钟硕已确定出演 SBS 特辑剧《死之勇赞》，正在为拍摄做准备。来源 BNT 新闻。